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人总是会变化的，这句话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这像绿叶随着季节凋零，这更像是一种自然的常态。从直观的认知而言，人们更愿意把这种变化追究给时间。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认知，其实人的变化与周围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而歌坛中正值当红的歌手周深，却是将这种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周深，你变了。周深的变化其实从《好声音》错失冠军后便已经有了一丝轨迹。在与李维的淘汰赛中，他因为那英的一句周深对不起我更喜欢李维而错失冠军。结局自然也能料到，没走入决赛的他在《好声音》过后仿佛失去了踪影。其实那英之所以没选他的主要原因，并不是他的唱功不够好，从两点便可以看出。那英从未与人说过对不起，可见他是非常认可周深的唱功，甚至感觉到了惊艳。当下乐坛与娱乐圈逐渐融合，以周深当初的性格和形象在歌坛不一定能红。周深或许也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但在登上舞台后，他也知道了成为歌手就是自己的梦想。周深后来得到高晓松前辈的扶持，并发表了第一张专辑《深的深》，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机遇。再次出现在大众的眼里，周深给人的感觉焕然一新，从一个朴实略带羞涩的年轻人蜕变成了一个可爱形象的小王子。在一次综艺节目中得罪了张雨绮后，他的应对措施也是惊讶了不少人，这才让人知道了原来他已经变得如此高情商。现在的周深不仅在颁奖典礼中怼过田乃亮，在综艺节目中与许多大牌明星的交流中更是彻底的放开，这时的他已经拥有了真正的自信，也彻底放开了心扉。除了周深性格上的变化，其实从音乐作品也能体现出他许多微妙的技巧改变。在初登好声音时，周深一首欢颜惊艳众人，但实际上这也是他最朴素最真实的声音。而在周深当下的许多作品中，可以感受到尾音部分融入了许多小技巧，包括气息颤、弱音等。如今的周深更为专业，其实以当初周深的演唱方式也并不会对喉咙产生较大的负荷，但在许多技巧的融入下，无疑是让他在歌曲的情感处理与连续演唱的情况下更游刃有余。站在舞台上是周深的梦想，在舞台上唱歌却不再是周深生命的全部。在周深后来谈及事业时提及了自己的理解，他认为健康远比事业重要。其实这句话也非常有道理，从这里也看出了他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后，心性已经更加成熟。生命永远是最珍贵的，值得每一个人去珍惜，而梦想同样珍贵，却需要有生命与精力作为基础去延续。其实从周深一系列的变化，我们已经看出在真正迈入娱乐圈与歌坛后，周深真的变了许多。这便是环境使然，从一个普通家庭突然成为了明星，对他而言并不是仅仅只有包装上的改变，更多的还是一种心性上的进步与成熟。但不得不说，在真正成为明星后，周深并没有迷失自己，仅仅是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，这才是最为难得。不仅仅是周深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必定会有许多潜移默化的改变，但真正能做到像周深这样固守本心，才是一种大境界。